梁咏琪呢日着住警察嘅军装制服拍贺岁片，恭喜八婆。朱持呢次喺戏入边，除咗系一名警察，仲系一个好中意嗌交嘅八婆。平时高贵大方嘅朱持演呢个角色，会唔会都有啲难度啊？我都覺得挺過癮的，因為平日就很少嗌交，咁呢套戲入邊就哇不停咁交錯你，你咩咧咩咩咩，即係比較少用呢個通去同人講嘢咯，咁啊都好過癮。咁有冇俾女女睇下媽咪著住警察制服個樣咧？我驚佢見到我著軍裝，以為我即係撈埋做警察，以為我哇你媽媽你真係好忙啊，你要拍戲啦，要做警察啦。咁但係即係我諗俾佢睇都唔緊要嘅，因為警察好人嚟㗎嘛，係咯。即係如果我扮壞人嘅話，可能就收埋啦。另外提到一代花旦藍潔瑛日前喺屋企暴斃 ，Gigi 又有冇曾經同對方合作過啊？其實他應該說，其實我入行的時候，他已經不是太活躍了，所以我們沒有合作過。但是對於這個消息真的很震撼，因為畢竟他就是非常年輕。